不是，现在下午要去哪里啊？不知道啊。怎么刚刚都是屏南打的、哦？对啊。那你直接回家。他们是这样子啊。喂，现在是要换别家吗？对啊，我是说要去哪一家有地址吗？换我怕我等一下又没跟到。没有，我们又在后面了，被两台车挡住。啊啊！他又刚叫我停，要现在又说不用。嗯，右转是不是？太多的那个。